我有一个好爸爸。又开始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我有一个好爸爸。好可爱。可以，你还记得住哈，我们的。那我们这次是不是应该升级了？抒情你会吗？我的好爸爸。很有情绪。下班回到家。下班回到家。你太硬了，我的好爸爸。我的好爸爸。我的好爸爸，很渴望找到爸爸的感觉。我的好爸爸，好爸爸。怎么这么浮夸呀？有你。但小孩做就很可爱哈。小孩很可爱，真的超可爱。女生，女生，女生，我的好爸爸。我很辛苦，你是不是很难过？不难过，好的，我觉得不是挺难过的。好，所以发挥那样子往前，抒情吧。渴望，来，牵我的手。不是这样牵，就站在那个地方牵，牵不到的感觉，牵不到的感觉。哎，对了对了，好。牵不到它才有艺术的感觉嘛。你牵到了太写实了，没有虚的。我的好爸爸，好吧。好，预备起。我的好爸爸，下班回到家，多爱你，多么辛苦呀！要揉，要揉，要揉一点，你太硬了。还不够揉吗？要揉一点。我要打他了，我要打他了。辣眼睛。软一点，软一点。我就要变硬。不，变硬是另外一个版本，我们要学会结合，知不知道？哦，对了。好。劳动了一天。爸爸，我辛苦呀。哦，来走。爸爸，爸爸，快坐下。爸爸，爸爸，快坐下。请喝一杯茶，让我亲亲你吧，让我亲亲你吧。我的好爸爸，很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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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首歌原来的主角是妈妈，对，又被他改了。我太热了，摸一下我热吗？我摸一下哈，我摸一下，不是很热，还没有出汗，继续。哎，来，我想脱了吧，这个。这个不能脱的。我想要把它脱脱起来。不能脱，这样子好看。我觉得这样热。热一点，要坚持。我们就是搞 hiphop 的人，他都热，好不好？我们搞 hiphop 的人都热。真的好酷，真的好搞笑。踩到上了。是这个手势，还有这种手势，爸爸教你哈。这个手势很专业的，别人都不会。好，来哈。我的好爸爸。唱出来。下班回到家。这个又是什么风格？傣族风格吗？泰国风格。我辛苦呀，让我亲亲你吧，我的好爸爸。萨瓦迪卡。萨瓦迪卡。你刚刚是你自己的风格。这其实就直接培养了肢体，是吧？啊。自己还会 freestyle， 基因的强大，真的。萨瓦迪卡，你的声音也要变啊！我的好爸爸。爸爸，你在唱什么呀？你试一下，行不行？我的好爸爸。哎，对对对。这么辛苦呀，萨瓦迪卡。他现在觉得他爸爸很好玩，很有趣。对，其实哥哥，对，哥哥现在像爸爸了，一个人在那边画画。哎，萨瓦迪卡。你已经融合了你自己的风格了。好，我们三种从头来一次，从头来一次。我天哪，还要再来一次？彻底把他电都放完。第一种哈，
可爱，你觉得你自己很可爱啊？我弟好笨笨，我弟好笨笨，小笨笨笨，劳动了一天，多么辛苦呀！爸爸爸爸快坐下，累到了。爸爸爸爸快坐下，怎么变成舞蹈片了？你要边唱边跳。好吧，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？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？再来一次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再来一次。这个配音上。行，抒情版还记得吗？抒情版，我的好宝宝，我的好宝宝。充电两秒钟，电就回来了。来。我的好爸爸，我的好爸爸，下班回到家，劳动了我不想动了。我撑不住了。哎，柔一点，你我不想唱了。你不想唱了？那不想唱了干什么呢？我们换一个嘛。最后一次，我们把三个版本都来一次。不走了，好不好？不走了。好了，那你休息吧，我觉得我也跳不动了。